聚会，另外以及夜店装扮都是必须要将性感马甲系列入客的。来，再搭配上珠光亮面的材质，让拐拐呢更是散发了更独特的魅力，也让拐拐整体的美丽更加分哦。谢谢，接下来请拐拐引领着各位幽灵迷们，我们来到店面啊，右手边的大哥，我们再看一下他。好，右边下面。